宋仲基右与宋慧乔左。10月31日将于首尔新罗饭店举行婚礼。三社字 News 一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双宋 CP 宋慧乔宋仲基次宣布婚讯后，一举一动皆是各界关注焦点。脱单已进入倒数阶段，小两口私下人年 TT 分不开，近日被捕获甜蜜健身商场，被指是在替婚礼做最后采买。双宋外出购物被民众捕获，翻摄自 Instagram 双宋博。21日双双现身商场，一出现立刻吸引众人目光。一行人采买结束后，宋仲基身穿卡其色大衣，戴着帽子率先走在前方，他见到店员便主动向对方鞠躬打招呼，被赞是有礼貌的偶像。宋慧乔顶着俏丽短发默默走在后方，她身旁还有一名女友人相伴，三人手上皆提着一袋战利品，似乎是一起外出采买婚礼用品，让不少人感受到小两口浓郁的恩爱气息，也相当期待31日的大婚。